设计师终于免费了，今天用这个掌机开这个 720p 低画质来试玩一下。游戏模式是 AI 模式，就是打电脑的。其实整体来说手柄加这个是可以玩的。陀螺仪我之前在折腾失败了，其实应该可以用，有人是可以用我们这个大佬开发的这个陀螺仪的，应该会好很多。我是好像设置了一点问题，一直没有开成功，而不影响这个手柄大致反正可以玩，按键都能用，就是没有陀螺仪的话微调瞄准是有点难。帧数来说波动还是蛮大的，有时候会掉到这个三十几帧，有时候大概可以四五十帧，这样平均的话在45到50左右，瓦数在20到25瓦，但也仅限于 AI 模式娱乐。打 PVP 的话还是很需要高分辨率和高帧率的屏幕，然后鼠标和键盘也是标配，你用这个手柄打人家鼠标键盘简直是不想活了，除非是诚心去送，不然拿这个打真的是没有意义。之后就是个正常试玩，最终也吃鸡了。有什么要测的游戏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，谢谢大家。